哎呀，久等了大家。给你那词儿背没背啊？什么词儿？什么词儿？一会儿比赛的词儿啊。哦，他比赛的词儿，背那玩意儿干嘛？你不背词儿，你现场即兴啊？那才是显咱能耐呢，轻松拿冠军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以为拿冠军那么容易呢？相声有新人，咱就是冠军，这怎么了？那冠军怎么来的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是师傅给钱了。闭嘴！什么叫师傅给钱？那是咱们拿冠军，师傅给咱们钱奖励咱们。对对对对，这瞎话都这么传出去的，知道吗？这回不一样。这回怎么呢？这回要是拿冠军啊，奖励的钱数翻一倍，600。你见过钱吗你？600？那咱更应该努力弄作品了。行了，别弄作品了，什么年头了还弄作品呢？光弄作品能拿冠军吗？咱得有手段，蹭热度，谁红咱怼谁，谁火咱骂谁，这才能让观众觉得从第一季到第六季就咱哥俩最优秀。你可拉倒吧你可。人家那优秀的演员比咱们多多了。有吗？太多了。你比如说那谁啊，那个哦，孟老师，您这个状态就不错，非常好，非常好啊！一会儿到了台上，抬高自己啊，贬低别人，人踩人高啊！人踩人不一定高，但一定很爽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你这人，你听我的错不了，赶紧上台啊！哎，等会儿，怎么？干嘛呢？闻着股味儿。什么味儿？桃味儿。桃。闻着这味儿，我想师傅了，我。啊。哎，你知道师傅老家哪儿的吗？不，天津吗？不是。哪儿啊？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。